大家好，我是柳燕老师，今天要为各位分享的是媲美医美护肤效果的女神养成30天速效保养。透过抗氧化效果卓越的保养品进行居家密集护理，既安全又经济实惠。就算肌肤有一点松垮、暗斑、黄，只要一个月持续认真的密集护理，让你今夏自带女神光，拍照也不需要修修脸哦。首先，每天的清洁调理要做好，建议使用弱酸性的产品，亲肤性佳，又可以温和的去除脏污，为后续的保养打好基础。接着使用焕肤面膜，进行1周2次，连续4周的角质护理，萃取是天然蕈类，可精准锁定并温和的去除老废角质，达到类果酸焕肤的效果，为后续的抗氧化做好准备。摆脱暗沉之后，接下来就要进行肌肤的抗氧化护理，建议使用广受欢迎的小亮瓶 V2 超能玻尿酸维 C 双精粹，里头富含的维生素 C 还有大小分子玻尿酸，记得早晚各一管，就可以为你的肌肤注入满满的抗氧化能量，亮度破表，而且立即有感，让你呢散发女神光，还可以延续强大的弹润抚纹效果哦。使用 V2 的同时，建议搭配使用按摩手法，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哦。先均匀的把它抹在肌肤上面，由下巴开始往耳下，在嘴角这边到我们的耳中的位置，鼻翼两侧推滑到太阳穴，稍加按揉一下下，顺着纹路的方向螺旋状的做抚纹的动作，然后轻拍。在下颚肌的中心点按压，微微的往上提，这样重复3次，紧致轮廓线，抚纹又可以蓬润你的下颚肌哦。完成抗氧化步骤之后，接下来的保养也不能松懈，建议每周穿插2到3次的保湿面膜，加码呵护，维持水嫩的肌肤。你知道吗？就算待在家里，密集勤劳的保养，不出门。最后一道防晒隔离的保养也不能少哦，因为我们生活中还有很多的自由基是需要被抵抗的，所以我们的护理跟防御要同时做到位，才是最完整的抗氧化保养哦。最后非常重要，抗氧化保养是一辈子的课题，持续使用 V2 我们的小亮瓶来维持水亮光滑，每年2到3次的密集抗氧化护理，只要1个月就可以让你的肌肤重启活力动能哦。